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文评论道》。今天我们为您讲解的棋局呢，是第二届世界最强棋士战半决赛的对局，由中国的柯洁九段对阵韩国的朴廷桓九段，这两位都是中韩的第一人，所以这个强强相碰啊。来为大家做讲解的是刘晓光九段，刘老师您好。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来给大家介绍就是柯洁和朴廷桓的一局对局。这个呢是这个一个世界最强战，对，新组织的一个世界大赛。其实参加人不多，是吧？对，但是奖金也很高，是冠军能3000万日元。哦，那么日本举办的，那么柯洁，但是下这个棋，但是他还不是慢棋，是快棋。啊，这棋是快棋是吧？所以这个棋啊是其实是很关注的一个比赛。对，确实，他们两个半决赛，我想大家可能想着怎么没在决赛相碰。其实那半边呢，就是说是日本棋手他内战是井山裕太和山下敬武，然后对，是山下敬武输给了井山裕太，井对，山裕井太进入决赛了。山，井山裕太呢是日本的第一人，是最的，后他在把日本的另外一个山下敬武给赢了。对，那么后来是这个胜者和井山裕太最后决冠亚军。好，我们来进入棋局吧。好，那么我们看这盘棋啊。这对，个黑棋呢是这个柯洁，对，小目，小目，对，星二连星，不是下了这个下下下这个星，然后黑棋然后下了一个象小目，对，然后二连星在这儿，守了一个大飞脚，对，这个柯洁是选择一个这个下法啊，换了一种啊，然后呢走的这个比较普通，挂角。这个呢，就是也不能说布局某一个一定的好坏，现在都没有定论啊。对，这是柯洁最近对付他，应该在对局之前呢的布局啊，他可能有一个预案，他觉得哎，这最近看到的谱啊，他要换一换这样的下法，他就走意见高家，意见高家，走这个，这比较普通了。这是一个老的，这意见高家，这老定式，他是飞的这飞一个，个，飞这个，黑然后棋飞哎，对对对。这个就下法太多了。过去的我们那个年代，就是什么什么跳一个也有，对，什么拖断了也有，这等等，这个就不，就一一的给大家，就是来说这个定式了啊。那么现在他就是在这个地方走这个，拖一个，哎，走定拖一个式。的时候，刘老师，这个时候黑棋这是能不过能，去比的如定说，式，哎，选这择过去这的，现个，在都不这么下了，哎，对，冲断，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好像都见不着了，哎，这个对变对对，化。过去这是老定式，什么长一个，它还有跳啊，跳这这个，哎，很早的了，现在不下这个棋了。他没人这么下哎，了，对，都已经这被个淘我们汰。那个年代下这个很多，哎，好，这个他是拖的这个，一般现在的是搬的啊，他搬的，柯洁是走的这个，胡一个，那么退一个。然后这个嘛都是老定式，但是下一招棋啊，这个靠了一个，这个呢是现在的下法，对，这个最近是流行的，没错，为什么呢？这是在那个电脑，这个最早是那个电脑下出来对，的，AlphaGo 的下法是吧？好像有一阵儿特别流行这个靠，哎，然后现在呢，这个靠都是下手，又流行这个靠了。对，这个靠一个，这个后面的这个一些下法也是。这个就是模仿，最近的是模仿，是靠在这里。哎，其实你要说，比如说黑棋搬一个，那其实你要这样呢，就还原成这样了，应该是这样。那要这样就还原，哎，对，还原。我不知道他就想定型成这样，也有可能。或者白棋是不是也有单扳的下法？单扳也有，也有别的下法，甚至断呢，什么都有可能。哦，断一个也有这样的下法。哦，现在断一个。哎，对。但这个棋呢，就是比较复杂。它就是你要说，理解我就是说，它在那面呢，先靠一个。我理解它就是先问一问你怎么应，然后再看这儿定型之后，再看全局怎么走。我觉得他如果说定型成刚才就是白棋长一个，然后扳一下的话，对，那黑棋这个再拆一个可能就不太一样了。如啊。果说他直接走这边，假如说他这边落后手，是不是？会比较担心黑棋会拆过会去拆之掉，类的哦，可能
这个比较深奥了，这个布局啊太复杂，这个布局不能说，这个就比较，尤其是布局的这个想法，我们不能说跟他这个对局者还是有点出入的啊。对，好，我们就先看他这个怎么走的啊，他靠一个就退一个，这个也是比较强硬的硬法。对，这个是也是近来比较常用的，对，然后呢，这招其实比较大的，立下来，立下来，黑棋呢，它是压的，撇起来，对，过去也有，我们也有这样的，直接走的也有这样，这压一个呢是比较积极，然后飞一个，对，爬，爬一个，长一个，飞，飞一个，这应该是普普通通的一个下法，应该都挺正常的进行的啊。然后白棋是在这个地方守了一个角，它那面也还不动。对，但是这一下如果不动了，我也不好不说好他，说啊。这个亏吗？就会觉得，他以后留有手段。比如说各种的什么长进去啊，什么尖顶啊之类的。这个棋真的是很多种，我想甚至还有搬进去都有。单搬一个，这个都有，靠一个也都有。搬了，如果说断的话，那就是留个活角，是这意思吗？您觉那也有从你看你的选择，如果你要想从这门走的话，那就直接都得？搬可过以来，这样，搬过来也行，这样也有这样下法，搬它就长，这也有下法，这等等啊，很多种的下法，它这个保留着，那么现在先守一个角是总大，先看一看黑棋怎么走，那么黑棋这个棋啊，它是往那边走，跳下来，他先跳一个，这个这个走的也比较挺，强硬，对，这个选择我认为也是可以，是的，下一步啊，它这个地方有一个间断，不走它间断很厉害，这个扳断，对，直接这个棋，这个也很厉害，他是不是就打算然后虎在外面？那看引征啊或者别的也有这样的棋，是吧？那么这个棋呢，白棋它先就直接就这么补了。对，我是在想，如果说他不补，其实即使不间断，冲一冲，跳一跳，是不是他也挺难受？好像看着，哦，你说这么冲，他对，冲一个没有我活下的简单一点嘛，对，走一个要挟是他一下，走一个是总大的，这样白棋贴一个，这样的交换之后，黑棋的形状应该说还是不错。但是这个柯洁呢，我认为这样的棋也应该说是，应该是比较普普通通，可以吧？他是直接补了一个，对，像次比较，总是说多花了一手棋。如果走得强一点呢，或者走在这里，或者走这里，或者不走，或者直接走这里，都是有可能的。但是你要补了一个呢，总之的话，这个多了一手棋。你就像这样，这个当然是损对，的了啊，这多了一手棋。他是不是觉得这边的效率还可以？就是这个拆边的距离还不错。虽然说这边就是刚才刘老师说这样的结构，肯定是觉得这个拆一，这也拆太小了，无忧角怎么也该拆过去。但是他这一下呢，损了一下。这样，总之的话，就是说他下的比较扎实，是的。或者说这个棋啊都比较扎实，慢一点，这个也是一种下法，我认为这个也是可以。也是可以，我不这能个。说一定的不好。这个扳，刘老师很想补到这儿去，对，能不能这样补呢？是不是当觉然得可脚以。不干净那以后有点利用而啊？已，有点利用。但是你要以后你下一步在这边攻一个，有可能那边张氏，这个可能你像邱老师都可能会选这个，我下肯定你会跳一喜个，欢我这觉得我喜欢这个，喜欢这个，这个看似有点软是吧？儿。当然脚比较干净，如这果样。我的话也可能会选这个。这个比那个要这两个选的话，我觉得当中一这点，个可能，这个可能扎实一点。这个补脚已经补得很干净了，脚肯定没问题了。是，柯洁搬了一个，搬了一个呢，看着像是比较稳当，但是呢，比较扎实啊，走得很厚。但是这下一步呢，这个很大，或者你走这个都是非常大的，对，是是的，吧？所以白棋往这中间走，我觉得是必然。黑棋来跳一个，对，靠住。挡住。现在呢，如果你搬了被断了，下一步棋不知道怎么走。打在外面的话，肯你定要会走这被个被打它断。争掉了，是是的，是吧？的，如果打外面它，我想它会走这个。是的，是的，这肯定会这样。扳然住，后虎一对。个，
这个可能黑棘并不好。这样白棘的形状好。这朵花拔在外面是块孤棘，大家不要以为它是后世。这个，这是所以黑棋暂时啊，它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你要马上反击并没有，你得有引征才行。所以这个时候你要说这样呢，黑棋走一个也是正常，它实战就这么下的。对，跳一个。跳一个。对。你要说现在一定是说谁好，现在还说不准。虽然你这边看着比较扎实，或者说慢一点，但是没有关系。现在是布局阶段，还都很难讲。棋局尚早是吧？还是一个慢慢的进行当中，这个都没关系，这个都没有什么说一定的好坏，现在不能定论。白棋跳一个，我认为这个也是个好形状，对吧？对，这个好形状。但是这个时候啊。该黑棋下。现在白棋往这个方向走了，黑棋那边很扎实。这个时候我觉得黑棋啊，在这个地方分头是眼见的一步棋。对，巨大那步棋。因为这个地方那面都定型，都很扎实了，但是这个地方分头一个，把它的后势再打开，你不管走哪里，我都能有拆二。这个我觉得是当务之急。是的，是的。现在黑棋如果分一个的话，我认为这个棋啊。还是一个非常难解难分的一个马拉松的漫长的很漫长是吧？我觉得也黑棋也是很有自信很好的棋。那么这边脱先的话，会不会担心白棋会有什么进入的手段？应该没有什么，那面都那么多子了，应该不怕。这边反正如果说你走到这一带，我觉得黑棋是不是靠靠住就可以了？刚说他也可能在这儿顶。现在吃一个，挺合适。这个就没有什么害怕的道理。是的，应该没啥了不起。对，这个时候可以，而关键现在就在这个时候啊，柯洁。这个时候出手早了，这个时候我认为先抢这个为大，没错，这个最主要。他实战，所以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他是次一个呢，有点想马上出手的意味。他是以为啊，可能你粘住，比如说粘住，粘住他会搬，然后断掉。那么我就虎一个。这样呢，这在外面就要炸了，分开，有可能作战呢，他就让你脱不了手。这个呢会给白棋一种压力，那马上要出手作战，当然这样如果这样下黑棋是可以，对，是吧？这个战斗我觉得白棋并没有什么把握，就是说没有把这个战斗往自己想走的那一方向走的那种这个就慢慢就可能就引向战斗了，但是其实就是在次的时候啊，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朴廷桓这个韩国第一高或者世界现在等级分最高的对对他排名世界第一柯洁从当然不算 AI 了那么现在呢他的这个手段呢在这个地方特别敏锐的走了个好棋他是不是粘而是靠一个而在这个环就这个局面下是最好的一个应手但是我觉得作为柯洁这一方来说点一个应该是能够想到人家会靠一个反击这个也许我们理解它是个快棋或者对这个呢也许状态还没有特别到位我们现在说马上分一个就慢慢来再说也许当时那个心情那个状态他比较着急直接就上手点了一个但被这一靠呢把它解了这一靠你这个只能搬我想你也只能搬这个关键他不粘了他走了一个好棋是加一个对这个是个好棋你如果这么吃一个那他粘上你这个你就多一手棋了是这样吧没错这个你看这个时候他顺着粘这个时候加一个是个好棋他少了一步粘了被白棋这个呢一下给化解了你这个点呢有可能就不是最要紧的时候使得你这一块有可能落空那么黑棋走什么这个时候黑棋我觉得很为难了他是粘回去他是粘的虽然说然后白棋虎住对对对虎住那这个棋呢他这个棋也就不粘了他是虎了虎这个棋呢 对你下面更有压迫力其实这个呢就这个时候黑棋这个冲断已经不成立了他冲正好是一个双虎所以白棋即使往这边贴或者往这边贴也可以考虑我觉得所以他这个两靠是个好棋对是的好棋没错
然后它虎一个当然也很厚，它不走那么下面贴下这个去了，贴就也对。很大，是吧？黑棋先刺了一眼下，见的刺一个，那它好，这个也成立了。这个因为你断不进来啊，断了它被它蒸掉了，这个是吧？这个被它还能贴你一下，再尝，尝一个，然后粘粘上。上，对。这个呢，黑棋再回补一个，回补呢，它还有一个尖一个刺是个先手，不走我这冲断了。这个下的好难受，我觉得黑棋。那这一路下来啊，被你虽然是你很厚实，给你压扁了。关键是啊，你这招棋啊有点落空，使得白棋落了先手。对。这个地方我觉得从点开始这一路走下来，被白棋落先手之后啊，他终于啊突拿到先手之后抢了这个，这招棋我认为白棋布局成功了。太巨大了，那个连片，哎，他成觉功得了。这实在是，个之前应该说还都很难讲，是的，都有说头，都很难说一定谁好。但是走成这个之后，我认为他从全局的来说，他步调非常明确的，他很成功。没错，他你看都走到外面了，你后呢？你这个只是都后到里面了。而且黑棋这块空加起来也没多少目，也就40多目棋。他所有的棋子都局限在这半盘，那半盘一个棋子都没有，人家已经搁了4手棋在那儿了，对，这而个且白棋这个相互是一个呼应的状况，他很它现好，在都是高位啊，对，星位，然后中间呢这些后呢，正好是能够相呼应的，它现在走大形势，这个它不是围控，你进来呢，但你总不能，都破掉，它你进来我就进攻，然后总能够顺势攻势，它能成大事，对。这个棋我认为是白棋，走到这个时候，它的布局啊就比较顺畅了。我有一次跟大家解释的时候，我说这个中央的士啊，它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前后左右，你发现走着走着，不管是前面、后面、左边、右边，你总有一个地方可以成空。是啊，现在因为你现在这个点完之后，你要马上扳断，要把这个攻得很惨，现在不容易，对，是的。现在不容易。你这个马上你没有什么特别的招，因为扳了断了之后啊，这个没有说你一下能够攻死他，因为这个白棋拐是个能活，这面呢这个顺势给你跑就完了。现在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好因为法黑棋是不能打这个，它永远是反打，啊，它只能是粘回去他或者虎在一个，大概这边。虎一个，大概是这样，大概这样，应该是这样。它最狠的招挤在这儿，这断打也不成立，断打人家急打拐，脚上也是活啊，对，挤这个哈，的。最狠的也就那样了。所以现在目前没有特别好的办法。那么现在黑棋啊，它应该说要走啊，可能也是这一类的，这一类的走。我觉得这个当然也很大，如果你飞一个，它就一路压过来，直接压过来，当然很大。对，我要走，可能也这样走。就把中央变成黑棋的对，了，但是你不管怎么着，被它走上这个之后，马上走呢，总是你有缓棋，有点缓呢，后面一路没有跟得那么紧啊。现在黑棋是挂的。对。挂这个是比较普通的，他呢也不是守了，他是直接干脆既然走了，他走靠大压，形，走黑大棋形势败。了，靠压长，然后呢这个是点三三，对吧？对，点三三，他都给了，他都给你了，这白棋局部来说是吃亏的，这个下对，法，你看他还都是没有什么断，他都没有，他就这么走。粘上，这个呢，像这样的棋呢，定型啊，如果不是从局部来说，本身是黑棋还挺舒服的。对，这已如经很果愉是快别了，的下局部的，的话，但是因为现在是全局，这是五手棋加五手棋，或者说我们和这个相比较啊，这是相比较，这是五手棋的话，比这个的话，黑棋要比刚才实战比这个要好一点，木多多目多一点。了，虽然都是五手棋，现对，在呢，你看实战的这个五手棋啊，这是五手棋是吧？是的，要黑棋要多一点空，多一点空，这个也比较。但是呢，从全局来说，它那个都是小问题，局部的小对，问是题，的，因为是白棋落得先手，特别关键。是的，是现的，在走成这样之后，拿白棋拿先手，白棋呢是走的这个，飞一个，飞一个，好，在这儿，这个的确很大。刚才我说，他如果让黑棋走，黑棋可能走这个或者走这个，这都是一个大方向。走这个呢，瞄着这个，这个也都是瞄着这个，这是一个好方向。现在白棋，他落先手把那一站呢，
这个点呢，让你选的话，你就有点困惑了。现在他真是走大形势了，这有点像白武功茫了茫的看起来，对，啊！黑棋虽然都很强，后势走的，但是你在里面，现在全部都给白棋了，我最近对看吧？朴定桓的棋，他就是他的棋势越来越往中央去了，就觉朴廷桓得，吗？是的，朴廷桓那韩国这个成绩那么好啊，他肯定有他道理的没错，而且他最近特别用功，也不说最近特别用功，应该说一贯都很用功，最近成绩非常的出色，相对他和柯洁最近交手了几次，他的战绩要这个柯洁状态不如他好。对，显然是，所以说人家这个排名世界第一还是有道理的。这个现在黑棋啊，在哪个方向走呢？这个有点困惑。这个是可以选择的一个方向，间冲，兼这冲，个很常见呀，这个这也想是法。一种，是是吧？的，是的。这第一感也可以考虑这个一个选项。那么别的走呢？如果拆一个呢，觉得也好像太普通了啊。拆一个当然也是有，也可以选，但是这个是最简单的想法。那么他实战呢是走的这个柯洁啊，是在这个地方走。这个地方走呢，让白棋抢了这个呢，这个他这个位置我认为也不错，因为你再跟着走啊，不管走哪个，这个形状黑棋的形状没那么好，没错，这没那么好。你走这个有可能给你扳断，走这个呢也是这个总是他在下面走，你这个形状有点没他们那么顺还畅。不太好连这里，哎，对。那么走成这个之后，下面黑棋就在空中跳了。空中跳舞，这个棋呢就是比较难的了。作为这个一般都说高者在辅啊，中间是最难掌控是。的。他在中间走，中间走呢，要是我执白的话，像我要走老实一点的话，底下守一个吗？守能一个打也算？可以，或者这种手法也就比较普通了。也是比较，我是喜欢守的。哎，我看刘老师手法很有意思，这种棋一般都想着是不是要走在这儿这哈？个也为什可么以，您要偏过去一路不，呢？这个也可以，就是下一步你这名哦，啊，是这样啊。下一步这个黑棋可能走什么呢？你要往中央走得大的话，那我有可能就点断，要之类的啊，你看看怎么走，反正这一类的也是一招，或者走这个也是可以考虑，是这就吧？索性撑大了，然后底撑下大，再一会儿再补一个呗，对，朴廷桓是这个，这个他是照顾这面，但是现在这种棋呢，就是。黑棋、白棋怎么来围堵你这个呢？他找一个方向，应该说白棋呢还是这么好、这么多的，要有力量在的话，还是白棋应该说占上风，我也觉得白棋应该是占主导的这一方，占至上少风，是，尤其是在那个电脑啊，他给你评分的话，他这个白的给的分高，对，一般都是这样的，好像走在外面的他这一方胜率会比较会高，高，他是走中央的棋，他厉害。现在走这个之后，黑棋是往这儿走了一个。飞了一个，你要是走这个呢，可能白棋就这么守一守，也许是这么想。我是这么想，这瞄着你的断点。我是觉得他这里两个大跳看起来好薄的样子，其实白棋下在这儿呢。比下在这儿要积极一些。他下在这儿，我觉得他明显是想靠断他。这是看要起力来量的，是像啊，下这种呢，都是比较稳当，对对或对，者说。就先把控守守住守住，或者像我这种，就是，力量觉得弱的，或者可以说就是我守一点 刘老师太啊，谦虚像这样呢，就是比较狠，这是朴廷桓，他跟柯洁在这中江大战，他走这个呢，也是像这种棋，你要没点力量啊，基本上就会吃亏很多，对，这肯定得比会力吃亏量，很多。没如果错。你守一个或者这种守一个，守这个他会跳，是吧？你要走这个呢，它会长。反正这种你要走的不好，是真的是，一下子就回来了，被他活的，对，柯洁要是这种拿别人的这种很多这种棋，我觉得都是，他那智孤特别有一套，就对，觉得很强的，这人家都是空了，然后他进去这儿有一个断柯点。洁这是然他后的那儿强的地碰方两下，啊，一会儿就活了，这棋，对，但是像这个他是靠断了。这这个个就力比量较太厉强害，确了，实，他是想什么呢？你走这个我就断，你挣不掉我就对，跑了，是吧？现在就下成这样，他靠断。这个棋呢，说实话，这个就
真治无法替代，很复杂，好难，这里要哎，想，非常复杂了。下面这拼力量，反正我觉得双方都没有什么退路了，这一代黑棋必须得把它处理好了。对，他现在呢，白棋靠断的目的很明确，就是把你上下两边分断。对。那分断之后，你不管哪边死，你都受不了，这两边哪边死都太大。你说这边这个子难道被他连根吃下来吗？那也太大了。对，然后上面这个中央也不行，所以说黑棋处理这一方，我觉得相对来说还是要难办一些。啊，当然对柯洁来说，他可能觉得不是问题。对，靠一个看黑棋怎么办？好，我们先休息一下，给大家留点悬念，一会儿好。见。好，欢迎回来。我们正在为您讲解的棋局呢，是第二届世界最强棋士战半决赛，由柯洁执黑对阵朴英桓。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白棋刚刚靠了好一步，的，就觉得这个黑棋的处理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上这下也不能都个不能死很啊，这强，哎，这个靠断呢，就直接这么作战呢，是相当复杂的。个。如果黑棋正面迎战，那么靠冲断断，是吧？你要走什么呢？是长还是打？打我就跑，对啊，长呢我就尖一个，反正分段为主。就分段完了，就让两边进攻，你总能被我杀着一边，这样的话，正面作战应该是黑棋不利，所以呢，黑棋这个时候啊，多数的是会想点别的招儿，想想什么呢？他这个棋呢，他是走的这个，靠一个，靠这这很个，明显就是冲断完了之后，我下一个就要蒸死你了。哎，对，你如果另一个的在话，这儿硬呢，再那我就冲给断你就冲可以吧，哎，了。那我就把你吃了。哎，这样我就吃掉了，是是吧？的，那么，所以呢，这个地方先靠在这里。如果你走这个呢，我就哎这门，把这先个，把脚给活了，哎，是不要管怎么是说，这个意思。那么白棋走的也凶得很，对，走这个，他们真是双方在这个地方应该是较上劲了。我的理解，这个棋有没有别？他你看实战是往这儿走了。对，您想有点别的什么招不是，吗？能不能就这一类的冲一冲？个，断掉。那么这样，是不是有没有这样的可能性？这一类的，当然也是一个变化对，啊。他是直接就，这我觉得变化还多一些啊。觉得黑棋，我觉得黑棋还很好下。那么往这个地方走。当然，这个看着样子啊，像是总是白棋有很多漏洞。如果你要财迷，说是想还要护脚上，那我就下法多了。如果你断打，那我又高兴了，那我就又高兴了。这个地方下法很多，他白是棋往这断边点，走了，对，直接下来了。对，但是现在下来呢，我想再走的话，他断就掉，可能不见得会还断是了。他回到脚上了，我觉得他有可能，他也有可能就走这个了。回一个是吧？哎，你给你粘上，然后我再尝一个，再走这个，哦，是这样，也有可能他两头吃一边吧。他统共，反正统攻你，哎，对对，把也你可连能上一在起两边攻，吃一边了，也都有可能。那脚上估计你是来不及活了。对，我不明白他这个棋啊是什么？你看他走上这个之后也没有打这个，他是打的这个，柯洁打这个，我怎么觉得像打这样的一类的，比如打一个，你要长的话，这个不是？下位也很多嘛，也很多，好像看起来就是白棋的借用很多的借感用很觉，多啊。这像比如说这一类的，走搬一个，这一挡类的住，打着打一个，长，哎，怎么觉得？我觉得这个好借用像还挺是容易处理似的，借用也很多啊。我要是这感我，觉好像挺容易走是吧？借用很多，但是呢，他是都没下这个。柯洁的想法，你看他把这些都没走，居然是就这么简单的在这个地方打一个，那么粘上，然后搬粘，这样的下法被白棋这么一挡啊，你这个棋啊就都厚了，我认为活脚小了，你认为呢，我也觉得薛白老棋师？这样看起来不错，啊，是我吧？这个觉得第我最希望的刚是才现刘在老师冲那个一变个，化图，我觉得挺好的，就是你打一个，打打一这个，个。然后搬了要断这样，打长出来挺好，我觉得。那个就不冲了，冲可能都来不及了。断打长出来，我还没想明白这白棋怎么硬这样是吧？啊？打这个，长，对，断打，断打。这个
没变化呀，这没得变呐，这再尝出来。只有这一个变化。那白棋现在打底下肯定不是棋吧？这个被打两下，然后被冲到这儿。应该那个什么啊？那现在白棋怎么办呢？白棋吃这个的话，恐怕不好，是啊，我觉给得，角气了，是对吧？他呀。如果这样砰砰砰打吃的，这还有靠。啊，这肯定不好，这被黑棋等于一个整个都穿这下个去不了。行吧？是啊，这个不行，应该是这样，这样，这样，这个可能不太好。我觉得嗯，嗯。这样是不是把角弃了？中央大吧，绝对，而且都底下都已经穿成那样中了，央大。一会儿还飞进去，这木都没了，这上面还靠，是啊，哎，柯洁也没有走这个，我还没有来得及问他这个回棋头应该碰怎到么他办？的时候问哎，问问他问。为什么不断打哎，他打，对，断打走。那么实战的情况呢？他直接就给了这个角，觉得太。如果中央还是要突破，中央不给突破的话，只是活一个角，是不是这个形势啊？他就是先搬的，然后再先打搬，吃，对，哦，先搬一个，先搬，然后再打吃的。先搬，我觉得是不是就应搬该完了，打这个？哦，搬完了单断是否也可以考虑？你因为我说觉得现在打断呀，吗？断这个吧，断这个它是有可能给转断这换个嘛？啊，对呀，断这个，断这个，这个变化很多，哎，变化很多，很复杂这很复感杂。觉，对，像这一类的棋，要是先冲了一下，走了更多的变化。现是在的，他这个都给了，走这个，拿着。我觉得刚才那个就是搬了断一个，刚才那个对，也是我觉得好像黑棋挺有力的，看很起棋来，有力。现在实战活角被白棋把这个补了，他贴补在回这里，来，哎，这样的话就是白棋厚了。如果你要角呢，外面就必然是让白棋厚。没错，是这样，但是那一带基本上都已经成控了，就是说，这边对，哈，这边都是白控了，但是这个中央现在黑棋如何处理，这还是很重要的。中央的棋呢，这个也许我是这么想啊，柯洁想先拿一个角，是，中央呢我再来突破。这好像是他一贯的风格，哎，他我说先我发两现边都要，都要，哎，这比较狠的了，下法确是吧？实，他是搬的这个，搬的这个。他简直是把人家都，不，他是觉得以为是这样的，然后再打打吃，一个，哎，对，哎，对，这样打一个，现在不好意思接吧，这那个，就看你选一下，你这这个选接项，好像太难受了，如这果你看着。给我打过来，那我白棋黑棋那就合适，这个打一下让白棋难受就本来这种情况下了，肯定是打这个顶住，先对，把自己连上的。但是现在因为白棋要围中央嘛，所以就有点纠结，是这不是个是需要白棋粘不好上？选项，这个不好办。这个有可能，我可能都活出来之后，这个地方以后还是牵一手棋。哎，我把你分段，比如说啊，我这个走完之后，这个一虎，这中间你自身还有毛病没错。呢。哎，这个可能啊，你比如说你走这个，这个棋还真的白棋很麻烦。这里面以后我出手都这一类的出手，你这毛病很多。白棋太薄了，这要哎，吃人家太这难个了。地方还有飞段是之类的，等是等的，啊，这黑棋想这么下。但是呢，这个时候他的应对啊特别好，这个白白棋，棋，他这时候冲了一个，对，让黑棋不好办，是的，哎，这个不好办。你这个棋呢，你总是要打，然后呢，他居然闪了，走这个，他给了之后呢，他这个走完之后把你这个几个子啊给留进来了，是的，下一步啊，你看我这一粘就断掉了。对，这个棋呢，应该说白棋这个下法，也许黑棋没有意识到吗？可能这个下的这快棋啊，下的比较顺手了，这样下法让这个白棋的比较顺掉，应该说是白棋得手了。所以我觉得最近朴廷桓的棋，他就越来越看着注重这个踏他实。下的太顺了，白是的，棋，是的，刚才那个刘老师那边那些断的招也没有使出来，如果使出来的话，至少会很复杂吧？不管怎么说，这个棋呢，如果你要再让白棋加一手，比如说这一类的，它这个都被吃掉是毫无疑问，这个肯定都是白棋的了，是吧？所以黑棋还要再继续走。继续走呢，它是他这两个子，他要跑的话，那只能从那边钻出来了，好像也没有别的招是，吗？
是这样，它是走在它飞了一个，飞一个，在这儿。刚才就说被它这个位置一卡，嗯，它这个飞一个，你这个形状不太好，因为你像在普通走这个，被它这一拐，你要猴三角很难过。这个骑行就是很不舒服。哎，这是常规的一个骑行。嗯，但是这样这个骑就被它一贴，这个是这是教科书上的说法，哎，常用的手段。本身让这个要破坏这个黑棋这个形状，但是即使这样，我难受一点，刘老师，我就这样吧。嗯，我下的难受一点，好歹我先把自己连回去啊。哟，这个反正是有点难受。这样吗？嗯、这样是不是连的不太干净啊？这个、我就看着。而你猴三角就这个呢，形状不太好。嗯、我是想这样连，或者是能好一点，我当然想连到这儿，这嗯、连到这儿是最合适的。也是一种下法啊，嗯、对。那当然，这也是一种一个选项啊。嗯。哎，但是他这个棋是走成这样之后呢，没有走吧？他走的是这个。他小尖了一个。他小尖了一个。嗯。小尖也是一个下法。这个局部好像很常用的这种手法，是的。好像教科书上以前都是这么说，因为长一个被人家拐，像猴三角就比较难受。这个棋你要搬的话，我再猴。对。大概是这样。这样以后还有个断啊，是的。那么现在呢，白棋在这先暂且不说，他先走这个了，小尖一下，小尖一个，嗯，以后在这儿先压迫你，把这个让你这个空给你。你如果这样，他就搬一个，嗯，他想这样走，他不管怎么样抢个先手，抢个先手这一会儿把这个粘上，这儿的空也很巨大、啊。下一步我这一粘呢，就把你这个是啊，全留下了，留下来了，嗯。那么黑棋他。他是走的这个，把这个提了，对，这一粘不给留下来吗？他什么都没走着啊，是吧？现在白棋走成这样，他还在这个地方还要继续定型，他是走的是搬下去了，嗯、搬一个，嗯，继续走，断对，然后立下来，对，这个棋，他是实际上是想在这儿看你怎么应我，你要一般是要退一个，你要挡的话被我搬粘了，那先手，所以他是肯定要撑在这个地方。嗯、那对面里面杀气再说了，杀气再说了。是的。最后实际上我觉得他也没有便宜太多，就这个地方呢，还之前都是当时也在看这盘棋，刘老师，我们说这棋能不能跳一个？跳一个不知道、啊，不知道那个，不知道能不能行哈？能不能行？爬一个。爬掉。爬掉，这个比较复杂了。接上，然后我搬一个。对，搬一个。嗯，这个棋的杀气。嗯，杀气谁的气长的问题了。大概是这样吧。哦，是这样吧。这样好像我觉得黑棋，嗯，能行吗？这个。要这个，对。然后粘住。对，大概是这样。搬一个。对。啊，这好像黑棋快一棋还。哎，嗯，它有一个一路的什么之类的啊，这个比较复杂了。对 对, 对, 对，比较复杂了。嗯。但是下成这样呢，他就没有去往前继续走了，他就干脆拐了一个。嗯、实际上你说白棋啊，他也没有说是便宜多少，他拐一个让黑棋，哎，这个也气死了。黑棋虎回去，他这也不能粘了，粘了被人家一跳肯定要出棋的。对，这样呢，就是说他以后吃呢还有先手味道，他等于是这个棋呢他算活了。嗯，把这定型，哎，他就放在那里，留一个活棋，他就放心了。然后他转向正面走。嗯，这个棋我觉得非常大，这个是个形状顶一个，嗯，顶一个是个，所以我觉得刚才是不是可以考虑这个变化？比如说这个，他觉得这个不太好的话，他可以顶或者靠吗？对对对，这个也是一个、嗯，是不是可以考虑？可以考虑，但是他觉得这样有点损吗？还是什么意思？这个棋可能他觉得你的形状不是形状不太好，形状顶了被顶之类的。形状可能他有点不太满意。嗯、这样是不是好点？我是觉得还是连接是好点。也许这一类的，或者爬两下，或者走这个、嗯、是吧？好歹我先连上了。也可能是这样啊。嗯。好，这也是他回家算了。嗯。对。我就跳一个呗。对。但是即使如此呢，白棋的空也捞了不少。对，这样的话，白棋这块棋现在有点薄了。就是待会儿如果说中央行棋的话，他、嗯、得小心一点。看来这个是个关键啊！啊，我觉得也是。我觉得虽然说形状可能有点不满意，我先连上。他这个形状走的有点让我奇怪。嗯。这几招棋，柯洁我让我有点
出乎我的意料啊，他走的齐，我走这个，我总觉得我以为他可能会团上是团吗？着走对这啊，个，团上不是很简单明了，他这不怕人家断断吗？了我就觉一路得打过来，是啊，这个不会，白棋不会这么下，这一路穿过去，这一跳下去，这两个子不是全死了不会这么下，白棋不会这么下，哎，这什么？大概都形状是团住，他走的是这个。这贴一个，我觉得这形状没这什一么般好。呢，这不是常见型吗？这你有什么可好再的？走这个，那就不是棋了，对呀，是吧？啊，这个太难看了，走这个，走这个，甚至都是这叫什么型啊？这个是太啊，难看了。嗯，哎，这个棋呢，他走成这个之后，他我觉得他是想虎，哎，嗯，他虎呢认为你这个走不了，为什么呢？你这一打，长一个，长一个，他再这儿有一打，个打。再长。他再一这里有个贴切一个，啊，这黑哎，白棋这完白了，棋完了这是底下吧？两个子这样这打儿就有把它争，打死这了，儿有争，两个取一，嗯，嗯，哎，他是想这么下，但是呢，这个下法实际上啊，被白棋这一长啊，你的形状也已经不好办了，这个下的有点勉强了，这我觉得还不如刚才，不如刚才了，对，刚才您那个团住也你行，我现觉在得只有往这儿走了，不是能啊，走往这儿这走，别只的能招这，连不哎，上只有啊。走这个了。这样，白棋他下一步啊，在这儿一跳啊，这个棋还真是让他不好办。我是觉得黑棋很难受，已这经个黑下的。棋有点可能是误算或者怎么样，嗯，因为这一下有可能把自己给装进去了。没为什么错。呢？你现在回家是个困难了，走这个，这是这个吗？好像只能这么连吧？还有别的连法吗？哦。然后被人家一断，这还不知道怎么办呢，还。这个棋呵呵有点麻烦，有点麻烦。连得很不愉快呀，这个这至个少是人家搬一个，你也不能断，你只能从这边冲，啊，只能冲这个，再一段怎么办？然后再一再断，一段，这对。他只能是靠这个袜粘，这已经是丢盔弃甲的感觉，他这这不叫棋损了，简直一把啊！了。啊，这你说这。对啊，这样是你是连上了，这被人家又冲下去了，这是已经不是棋了，这个感觉，对，这个就他没法办了，生不嗯。如死了，看。对，所以刚才刘老师说那个团柱不是很简明吗？这个棋就嗯，是说，他这一跳啊，他柯洁一下就觉得这个棋这个形状不对了，对呀，这快棋啊，他怎么会，他这个感觉啊，我怎么觉得他不是在位置，这一跳马上就面临着一下子就有点棋不好下了。嗯。你还往哪个地方走啊？这个刚才这样回家是很困难的，这个走它主要还有个断啊，很讨厌，那脚不能是，弃掉，没错。然后呢，它是走这个，哎，这个对，棋就是走这个啊，对，是这样的，就是说现在呢，黑棋目数稍微领先一点，就算它这个打掉的话，如果连回去，但是如果说这一带被刚才我们那个变化图被先手冲下去，你还有活角，那黑棋的领先优势完全化为乌有了。所很以奇说怪。呢，就是后面大家就批评他说，这个地方不飞一个不连不上吗？你怎么飞一个？这棋怎么不靠一个？靠一个也不见好啊！这是前面这些形状就已经吓坏对，形状了，不对啊，这个我有点不太对劲。哎，没实际错。上在这个地方一走啊，他这个棋我怎么觉得就不对劲了？我当时的感觉就是，这不是就麻烦了？这个棋啊就比较简，他是走什么？要是直接挖的他啊？挖的一个，然后黑棋如果顶，你吃这个，对，如果吃这是，个，他现在先扑吧，可以，就这个顶没有。啊，没有顶，他他如果这是会他，扑一对，个，他现在单扑，这个对。黑棋已经完你了。这个走这个，它就粘住。这个棋争也没有用，这个黑棋的形状太难看没错，了。而且这打完了，这还差一段呢，太难看了，这个不这行没了，法这个看了。崩掉了。这个行走的，这就是柯洁下的，别人我觉得这要狠狠的批评他。这个柯洁应该是不是好好说说的，这个怎么会这么下啊？对，主要是前面吓坏了，不是这一步飞的事儿。这飞的时候，我觉得他已经为难了，他就不知道应该怎么连了，所以他才飞一这个棋个。有嗯，点奇怪了，或者说他这个时候，假如说不飞，那么还有办法呢，就是说他干脆这边不连了，直接去那边看，想想办法，是不是能直接这搭出面眼火，这来？面因为在这边撞啊，已经啊，不是上策了，对，这哎，确不是实已上策，经挺难办，主要还是前面的问题，这个往这儿团一个。
没有团在那我再往前就说这个形儿，状被它占了这个位置，在这儿去拱啊，就已经那个方向有点问题。对，这个棋呢，这个邱老师说了，就是延续啊，实际上是在它前面呢，前面的问下的题，难看，主要前面的路他已不知道应经该怎么下了，这个时候，路有点抱歉，直接挖他是啊，挖单一个，挖的，他这个地方也没打啊，对，他是现走在黑了棋顶一顶个，一个。顶一个呢，他是想这样的，想可能是搬在想这儿那边想做找头活，绪，在这是儿找头绪，以后看能不能有没有别的回旋余地。的，结果这个朴廷桓也比较狠，他也没这么走。其实这么走其实也是可以的，好像也能行，这也能行。是。黑棋白棋我也没看到黑棋一定好的地方，但是呢实战他下得更狠，他是扑了一个，干脆也不给你还，你粘上之后他直接就这么进来了。他该出手时就出手，我觉得下朴廷得桓还非是，常凶狠。挺果断的，这个棋呢跳下来，其实这个棋看着呢，把它放进来呢，看着黑棋会有点儿，或者是不是有点机会，说什么啊？但是这个棋实战 就这他么先下搬了一下，的，搬远，搬呢当然是你的粘上，不能去随便转一个啊。是他先手是吧？然后再拖一个，实战就这么下的。这个棋就朴廷桓呢，他就下狠手了，他是来狠的了，他就你看走这个，长一个，当然是单扳是对的，你不能就不要冲啊，冲冲被被他先手一一将，夹并不好，他是先扳，单扳一个，单扳一个，实际上黑棋可能也是单夹好，他是粘上对，了，以为是应该是我觉得柯洁但是不是是对呢，自己他做怕什活么？太有，他怕你扳。还这一怕断要把死，脚先迈死哎，了。他卖这个，哎呀，我觉得现在都自己的活棋都忙不过他主来，要怕你搬了，他所以他粘的，哎，实战就这么下，哎呀，这个棋就有点那个什么困难了。这个棋因为别的没有啥利用了，他就把这个打掉对，接上，然了，后提掉，踢掉哈，对。白棋跳在这儿，他把他外面的路啊，出路都给他封死，他觉得底下你是做不活这走了一个大饼，这个叫什么棋啊？这个棋可能是找机会啊，是从这面可能找点头绪。这个地方被一提，被他也不去吃了，他就在这个地下跳对跃，呀，走得相当狠。因为这个地方他只要保证你打完了一就打冲不这个，死他就有个可反以了，打。这个是打吃，你根本就不行。对，这个呢也是，这个反的是这个，只要冲这个冲不掉即可，这个现在冲啊也没啥用。那么这个冲呢，他只要回家就可对，就只这要个，连上就行，不让你把棋筋吃了。是吧？他大概现在目前冲不掉，对。现在他实战，他是实战就是这么下的吧？他一提，是跳吧？一个，他跳了一个，该对，黑棋，黑棋呢也现在是在这儿靠一个，找头绪了，对，这找头绪了。他希望你是这个，搬，这个，冲，对。一打吃，打吃，对，就是这一类的啊。那么我这个棋以后立了，还可以给你那个上什么，面拐打完了，虎一个先手，是不是可以活？拐打它可以粘上，是吗？拐打啊，拐打它粘上。那都是这个是吧？虎一个的时候是先手，要不然打完了冲死了，所以白棋必须得硬一个。比如说打吃，打在吃这的儿。时候，现在呢，这个还是有个扑，这黑棋太郁闷了，依然哦，做还不有活。这个啊。是啊，那还所以我可以，刚才粘在这儿没有提掉这是活棋了。但是他下的棋比较狠啊！你看看我这个白棋，这个朴廷桓他走的这个，他搬底下，他搬根在本就底不下。给你任何活的机会。对，这个棋是有点他打吃，打吃，粘上，粘住，粘住。这个目前冲没有用，所以他虎是个先手，不走的下一步我这儿一冲冲死了，掉了。对，你如果白棋走别的地方了，不管怎么，不这如果是该黑棋走，把你吃掉了。对，所以现在白白棋棋下得特结实，他就先把你打掉，先打把掉，你看得清楚。打掉。反正你这虎我就长，一点机会都没有。现在是这个眼位还不够，是吧？对，你走这个，因为这个眼没有眼，只有这一颗眼。现在他走的什么呢？他走的是贴这个做眼，做这个眼，是吧？贴一个，但是白棋看得很清楚，他是团了一个，团了一个，再贴住。因为现在你要走这个的话，被他这个一磕打打，吃，
为火。对，走这个呢，如果你要应一个好，这个棋我就行了啊，终于活了，这就活了，太不容易了。现在所以呢，白棋来个狠的，靠进去，靠进来，嗯，就是说你如果粘，那么我再应一个，这个棋呢就里面就是局部是个后手死，哎，嗯，所以这个棋呢，他下狠手了，嗯，然后呢，他是白黑棋先加了一个，嗯，加一个。其实这个时候，如果说白棋立下去的话，我觉得黑棋也不行吧。白棋立，如果立啊，他，啊，可能粘吗？白棋立的话，他是不是想搬下去？还想这样吗？还想出点什么？出搬下去跟他粘一下，至少可以。啊，如果我粘，哎，粘他长一个，长一个，嗯，哇，他挡那个是不是还有点什么招？这个，想招出来想想，对，再想点头绪，嗯，这个也有一定的风险。嗯嗯。他这个冲断打了什么给你走是吧，作为优势这一方总是想着把这个棋局越安全越好，这个，倒是吃我的话，哦，我这有可能断，嗯，这儿有冲断，这个棋白棋走得很，他是说这样走，这个没有力，没有力，嗯，他给你其实说给你过，你如果过他会走这个，对，他断打把上面切掉也足够了，这棋这样呢，就是说把这个吃大的后尾巴给吃了，吃完之后这个空也多了，现在如果这么吃的话，因为你前面下的损的有点多，对，应该说白棋已经明显的优势了。没错，这全进去了。哎，就是说不是差就是几目棋的问题了。是，哎，应该说白棋赢个十目是少说的了。嗯，哎，这像这个他们两个这，哎，这么等级的棋啊，到这个时候他就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没错。所以这个时候啊，柯洁也失去斗志了。嗯。没有再继续进行了，对吧？这盘棋应该说是柯洁不太发挥的棋。嗯，其实他这个，我觉得他制攻还算比较成功，只是中间呢，就是这一带我们刚刚看到给大家说的地方，他的形状处理上没有处理好。对，并不是像大家说的，好像他这个飞一个怎么打了一勺，他就突然输了。他飞一个的时候，他已经不太好下了这棋。啊，所以说希望大家明白，这个制估的时候还是要考虑这些形状的问题。这盘是很重要的棋，哎呀，这个柯洁下的这样，真的是比较遗憾，嗯，但是没有办法，哎，是希望柯洁恢复一下状态。嗯，那么最后这盘棋就是直白的朴廷桓是中盘战胜了柯洁，然后在决赛当中呢，他也是战胜了井山裕泰，夺得了这个最强棋士战的冠军啊，祝贺他，嗯！我觉得他这棋最近下的不错，确实。好，那我们今天讲解呢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看，再见。再见。